上来了。好，大家好。好，你好，非常好 ，Yes。OK， 那相信刚才 MC 都有介绍我了，我也不需要去自我介绍了，对吧？还是需要介绍，不需要了。OK， 那怎么了？OK， 那首先呢，上一次呢，我来到这个 MUS 的时候是去年的时候啦。还没有钻石，可是今天呢能站在这个舞台已经是钻石了，所以就是一定要谢谢呢，感恩就是Mr. and Mrs. Paul， 谢大家掌声感谢他们，还有我们律师张冰冰，再次的掌声。那更加不忘的就是能站在这舞台就是我们卓越 CBI，那我们今天呢都有拥有同样的这个系统。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这个细节善用 ECBI 系统及如何跟进新伙伴。哦，我的那个英文字不见了。好，成功就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造船渡河，另外一个是借船过河。那我们说呢，今天在卓越 CBI 里面我们已经有船了，所以不需要去造船过河。那造船过河是需要条件的，还有需要金钱，甚至需要呢很多的这个岁月，所以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才可以造到一艘船过河。可是如果是说我们借船呢，它是可以马上很快速，不需要本钱，不需要条件的。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说你想要突破，你想要换更高的聘的话呢，你要学会这个借船过河。OK，那我们来看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最有爆发力的商业的事业是隐藏在什么里面呢？就是这个整合的灵魂里面。怎么讲？就我请了很多大人物来给你们看一下，有谁？这个是马云，时常在我们 Facebook 还有杂志都有出来的，然后还有 Uber 还有 Airbnb， 这个是谁啊？忘记了，没有写名，能懂他是谁吗？韩国 IBM 公司。Yahoo、okay。 所以他们呢都是在做这整合。 OK， 那我们说呢，这个阿里巴巴在整合什么？整合在卖方和买方。然后呢，这一个 Airbnb 呢，就是整合了有房还有用房。Uber 呢，就是有车和轿车。我们说穷人呢，就是专注在小钱，但是富有的人呢，就专注在小钱。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是在做这专注小钱？有没有发现？可是很多我们说有一句话，就是这个穷人专注大钱，可是富人却专注小钱，而是源源不断的财富。这个就是我们在案例也一样，就是专注这小钱，然后就有源源不断的财富。从源源不断的财富的小钱呢，就会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钱。那要怎样去创造一个那么源源不断的财富呢？等下就会跟大家分享。那你们大家 MUS 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是一个15%以上了？所以我们今天呢都是来到这里的，都是要成功的，对不对？那我们看
今天因为我就不用讲这样多了啦，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了他有多么棒。OK， 这样我们说呢，安利事业就跟刚才的一样，就是整合消费，整合我们的这个有梦想的伙伴，就是像你们今天一样。所以我们说安利这个事业的模式，这个生意模式呢，它就是一个努力一阵子保障一辈子的，那这个 不需要跟大家讲。更重要呢，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怎么样去借用这个卓越 CDI。 因为呢我们说成功是要靠合作的，好，借力使力的这个模式。那我们有没有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邀约不到人来会议，有吗？或者是有些人说，哎，我不是约不到人来会议，哎，我不是没有去约，而是约不到，或者是约了不来，来了不久，有没有这个问题？等下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会分享一些，我团队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个系统达到钻石的。那你们是不是目标是要上钻石啊？是。好像不够是这样哦。是。MUS 呢，这精英应该不是这样的声音了。你们是不是要上钻石？是。啊，这个感觉呢，我就有了，就可以跟好。更投入的跟大家分享。 OK， 那我们说这个合作发展成功是接力，不是洪荒之力。很多有受高等教育的人呢，未必见得他可以过得很好很舒服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老是讲就是吃尽啊奶力，对不对？吃尽牛力，哦，就是洪荒之力。但是这个二十一世纪的成功呢，我们不是在讲洪荒之力，我们是说如果你要成功的话呢，就是要借力。如果你要拥有一个永久永恒的成功，成功就是我们说，到底的，就是不会说呢，现在你很兴奋，你可以在系统里面，你或者是你可以做你自己的 artistry class。 曾经呢，我是试过做 artistry class 呢，啊，每天去教人家洗脸，有八堂课的时候，我八堂课都要到，然后讲到喉咙都沙哑。可是今天我们卓越 CDI 呢，已经有很完善的这个系统，但是只是在于你怎么样去运用这个系统，你有没有看懂这个系统，你到底有多了解这个系统，你相信这个系统吗？我再问一次哦，你们自己回答，你相信这个系统能让你上钻石吗？相信。你讲出来，你的内心未必是统一的，你要自己去回想你到底有多热爱这个系统，然后你多了解，你能相信吗？当我接触这个卓越 CDI 的时候呢，我是100%相信，我是肯定相信它可以让我整合出一群的团队。那今天想问大家，如果呢大家是一只狗的话，啊，你会选择哪一个？哎，狗也要选钱吗？如果你是一只狗，你会选择哪一个？巴古德，对不对？肉，对不对？啊，可是呢，巴古德，我们说啊，如果你是一个人，或者是你爸爸妈妈，你觉得他会选哪一个？钱，对不对？钱是不是可以买很多碗的巴古德啊？可是我们说，跟这时代的转变，如果你是对这时代有所了解的话，如果出现一个平台，类似这样的平台，你会选择哪一个？你会选择那个1000块吗？还是你会选择一个平台或者是一个系统？平台跟系统，对不对？因为刚才我讲了，这个平台跟系统是可以让你拥有源源不断的这个财富。
那我们来看，可是很多人他们创业或者是说做安利业，这两个都好呢，很多时候他们自己就是系统，你有没有发觉？就是他把自己放得很大，但是系统非常的小。或者是很多创业的老板，他可能就是到最后他要创造系统，可是到最后他好像就是那个系统，没有了他就倒了，对不对？这一个呢，在创业的人听了这句话是非常有感觉的。可是如果我们说呢，如果要在安利里面，你想要好像我们的这个 EDC 单眼病这样，你看到他在 Facebook 是不是时常在哪里？外国。不知道，我们不是问他你在哪一个州，而是我们问他你现在又飞去哪里了，对不对？所以他已经是可以掌控他自己的时间，然后呢他可以享受，他可以去他喜欢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呢我们拥有，我们大家都拥有了一个非常棒的系统，只不过你是把你放得很大还是系统放得很大。所以呢你是系统还是系统是系统是两回事。所以你们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是吗？不一定哦。甚至很多呢上了12%、15%、18%、21%也不会用系统，也不会借力使力，他们还是用这什么力？洪荒之力。我们说洪荒之力在中国呢都是比较专注在这个洪荒之力，所以你会看到呢他们非常多的人才，对不对？他们可以说是在奥运会里面很多呢个人赛呢都是拿第一的冠军，对不对？可是如果是来到团体的话呢那又未必哈。所以我们说呢成功要永续的成功是要借力使力， OK。 那我们说如果你是右边的话，是不是左边的话呢你就需要做很多，然后功劳才一般的，你想不想进？我们都不想，对不对？我们是想要做一般的东西，但是功劳一倍的。所以你们就要把这一个系统消化进去。那我们说呢很多时候跟下线做沟通的时候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经验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下线做一个沟通，为什么讲来讲去他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formula， 我们说 formula 才可以复制。所以今天我们的系统是一个 formula， 所以如果你的个人主义太强的话，太多的话，你不会去运用系统的话呢，你老是用着你，那么放大你的话呢，你是很难去事半功倍的。因为你想看，我用了，或者是我问你们，你用了多久？一般多久可以稳定一个滴滴？你们很认真哦。多久可以稳定一个滴滴？我平均啊，如果你们是在系统里面，然后呢可能就是大概是2年。所以今天如果你要以你的经验去复制人的话呢，他也许可能就要拿很长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是有 formula 怎么样去运用呢？等一下我会教大家， OK。 那我们说如果呢有6个小时砍一棵树，我会把前面的4个小时拿来磨刀，可是很多人他们却把所有的时间拿来砍刀，砍刀的砍树砍树砍砍砍砍不断，然后我们就问他其实你的刀好像不利了我知道啊，可是我没有时间磨刀啊。磨刀是什么？
磨刀就是我们走进教室。今天我们在 CBI 里面是不是，或者是我讲我赢在哪里？我赢在就是我能拥有一个有学习性的一个组织文化里面，因为我们是单身，就在一个有学习性的文化里面。可是很多人就不明白这个学习到底这个学习有多重要。你自己都不来开会的话，请问你能带到人家来开会吗？不可能的。所以你有时上几个星期有人会跑来问我，哎，你为什么我老是约不到人来开会？我不知道周末我很群力嘞，我就是约不到人来开会。那我就问回他，我就笑笑啦。通常这个问题呢，我如果我内心已经很火了，为什么？因为我可是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不是问他为什么，我是会问他，那你一个星期上课几天？他说，其实哦，我有时忙的时候嘞，我就去一天哦。如果嘞有事情啊，或是有 OT 的时候啊，我就没有去咯。哦，所以你自己都没有要去啊，你凭什么要你的下线去呢？他好像中枪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哎，为什么你约不到人来？可是我们去到中心的时候，却看到坐满人哦，那个满的人哦，是自动来的吗？不是的，他们都可以约到人来。那他们约到人来，可是最重要是你自己有多理解这个学习组织这个文化，你能不能复制这一个下去？我们卓越 CBI 已经有很完善的系统，只是就是它已经有船了，可是你有船，你也不会去上船，也不会去借船，你们就在那里可能会埋怨系统啊，哎呀，今天主讲讲的那么差，哎呀，怎么那个产品讲的这么差？如果你埋怨，或者是你有一个想法不想去开会的时候啦，就证明你没有带新人。所以有时候呢，我的团队他们跟我讲，哎呀 ，Annie 最近哦，拜三啊，拜四啊，拜几啊，我们的会议啊，或者是我们的哪里哪里会议哦，好像欠一点点哟。通常呢，会 complain 的人呢，或者是他会不大喜欢，就是他走进教室的那个脚步有一点沉重的时候呢，代表你没有带人进教室的。就好像可能今天的 MUS， 如果前面后面全部是你的团队，你会有什么感觉？哇，是不是很兴奋啊？然后一半以上都是你的人，然后你就会讲，哎，艾莉，这个你没有讲回上次那一句话的，这么，可是如果你没有带人来哦，你就会讲，艾莉，为什么你老是讲那个故事的？你讲前面后面我就知道了咯，对不对？甚至有人讲，哇，你啊讲那个什么啊，伯格的故事，我就会念了咯。可是哦，当你带新人来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讲，哎，你怎么你没有讲那个伯格的故事的？为什么？因为就是问题在你没有带人来，所以你开始 complain 了。今天一个系统它是要简单的，而不是很复杂的。如果每天你来上课都不一样的，然后很复杂的话，这个系统也不能够持久，很难产生人才。因为我们说人才呢是要用系统来带领的。OK， 那我们说呢，这个四个小时拿来磨刀的意思就是呢，很多时候你出去保健不到人哦，千鸟哦，他又不要来开会哦，周末啊，嘿，我是一个企业家来的嘞，为什么我做 MV 好像要求人家来开会家嘞？哎，为什么嘞？我的脸要放哪里啊？我做生意的时候我丢钱出去，顾客就走进来了，为什么做安利的时候呢，签了不来，来了又走了，来了又来不久，对不对？所以呢，
的那个还不到位，你的基础、你的基本功还不到位。如果到位了，你磨了你的这个刀呢，你是可以马上砍很多树的，是不用在外面一直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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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砍，然后呢都不利的你的刀，所以没有用。所以今天你要砍刀，哎，砍刀不了，砍树。砍树的话呢，你就要磨好你的刀 ，OK。那我们讲这个卓越心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运用呢？啊，我就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几个照片，这个是我第一组线，这是我第二组线，这是我第三组线，这是我第四组线，这是我第五组线，这是我第六组线。是不是很难看啊？我们都是好透过这个系统，从原本的三个人很黑哦，看不到我，好像一个黑摊在很黑的，好，从三个人，然后到你看到那个钻石吗？麦关钻石，他的眼睛发亮了。OK。你想看，如果一个小妹妹要怎么样影响一个比我大那么多的，不好意思啊，一个小妹妹，当初的18岁的我，20岁的我，要怎么样去影响一个老板进来呢？那如果以我的经验，我绝对不能够啊带领或者是呢教导，可是。有了系统，它可以让我的人才留住，让我栽培我的人才，甚至可以帮我的人才呢，然后拥有一个团队。OK，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教他讲 OPP 的你扣出啊，也是一个人的开始。然后再看这个Jasmine 的名声，还有你看拿着那个梦想图的。那个重点是谁 ？J， 你看到吗？他的那个头发尖尖的。可是你看到哦，还有那个最后第五组的阿 V 啊，他，你们认识他们他吗？是非常大的改变。然后还有阿明亮。可是你看，我们有从一个人可以演变成一个那么庞大的团队。因为我们非常注重学习，今天一个穷人，他为什么可以那么穷？因为可能他完全不注重学习，因为他的脑袋就是穷人的思想。我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有钱人呢，是很喜欢做销售，很喜欢有买卖的。可是穷人呢？却很喜欢，却不喜欢做销售。咦，不要叫我卖东西，我最不喜欢卖东西。不要。所以我们说，也许是你的脑袋有问题，因为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那个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的那一本书讲的。他讲什么？他讲穷人的脑袋跟有钱人的脑袋有什么分别？所以你要换。你的口袋，你要你的口袋满满的话，你先要换掉你的脑袋先啊。所以呢，我呢就把我的脑袋换掉，就是它进入了系统。我们都很重视这个学习性的文化，所以我的团队一诞生就有这个学习性的思想跟概念。所以我的团队呢，每一个诞生都是注重在学习的话，可以走进教室。你说，我可不可以像 Jimmy 这样？我们 EDC Jimmy 可以环游世界，对不对？哦，可能哦，他都没有 online login 过他的 website， 对不对？啊，也可能也没有去注意，但是就是，哦，在环游世界了。那今天是我们卓越 CBI 的这个系统呢，就是有发展性、学习性，还有领导性。
你到底有多了解我们的系统？你到底会去运用这个系统吗？今天那个电锯已经在你手上，可是你却没有把它按 on， 你就在那边拿着电锯锯啊锯啊锯啊锯，对不对？然后你就说，哇，我宁可拿我的自己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叫什么、啊、骨头啊锯头就那个啦，你们懂吗、啊、拿那个，然后老师在那边和自己在那边敲。所以今天卓越 CBI 就是我们的电锯已经在你手上，只是你没有开 on button， 然后你开了 on， 你又不会掌控，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其实是很简单，是将将将将将就上了钻石。所以今天我就分享给你们听。这样很多人就说，我很喜欢来 meeting 啊，可是我还是叫不到人来 meeting 哦。有没有这样的人？刚才 Amy 讲第一个是我没有来 meeting， 所以影响不到人来 meeting。 第二种人是我很喜欢来 meeting， 但是还是没有人来 meeting， 有没有？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就是你没有跟你的下线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沟通，就是你传达不到那个组织学习这个文化，你传达不到。你知道我是怎么传达吗？我是保健了过后呢，我是有一个 section 呢，是让他知道为什么你要拨时间出来，为什么你要拿钱出来上课，为什么？因为21世纪很多年轻人呢，都忙在什么科技那边，然后太快了。以前的人呢，吃饭真的可以吃饭，但是现在的人吃饭呢，他是很忙的。为什么？忙着 reply email， 忙着 reply 什么？因为很多东西太快了，然后这个科技现在21世纪的科技太快了，它来得太快，你也慢不了。本来想吃饭，以前没有电话，没有人收 email 的嘛，所以可以吃很好的一个午餐。可是现在不能，哇 ，email 来了要回啊，电话来了要回啊，这些那些啊。所以现在我们说竞争对手。以前你是卖服装的，我也卖服装的啊，你就是我的对手了啊，我要想办法怎样弄倒你，对不对？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就是每一个都是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是你竞争对手？就是时间。现在的人很难拿时间出来开会，所以你必须要进行一个沟通。怎样沟通呢？就是你要让他把放工过后的时间放在会议，你要怎么样跟他进行沟通呢？啊，等下会讲到。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个戏院啊、GGV 啊、GSC 啊，它的票房不可以上升？你们有没有了解一下为什么不能上升？因为现在的人没有时间去看戏。你们有多久没有去看戏了啊？你回想回去，可是比起以前呢，以前可能很得空。以前我们那个爸爸妈妈的年代，是不是然后吃饱饭就做什么等睡觉了哦？现在不是哦，你吃饱饭你很忙了咯，你很多东西，你要 Facebook 啦，你要 Instagram 啦，等下你要想写什么字啦，然后想那个呢就已经一个小时没有了。啊，如果你把时间放在 cinema 里面，你2个小时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企业就是TGV GSC 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要跟人家抢时间。为什么你能把时间花在开会？因为你搞懂了价值，因为你搞懂了学习的重要。可是你下线还不懂，你新保健的还不懂。那么为什么会不懂？为什么你不跟他讲？你有讲，但是你讲到不到位，不到位他们不来了哦。真的，你以为很多人很得空要来开会啊？你们很得空吗？不是，是因为你们都懂了这个价值，还有这学习重要，所以你们可以拿100块以上来上这个课，然后你们会把大部分的半天的时间放在这一边。为什么？
下线没有把时间放在这边，因为他还是觉得安利还是收收啦，学习迟一点先啦。所以我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跟他沟通学习，你要做的很简单，在安利的话你必须要自己明白这一个学习，然后复制你的团队每一个一出生就明白不学习这个文化的重要性，那你就非常的简单了。 OK， 所以呢我们要跟他拿时间，还有我们要跟他讲你付这个钱来干嘛。因为很多人讲，哎呀我做工作了一整天，你还要我驾车塞车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开会啊，很累啊，不要咯。啊，还要给入门票啊，3块、5块、10块，哎呀还要100多块啊。所以有些人他们觉得不值得的时候他就不花，那他们不来你又讲他们没有有钱人的头脑，对不对？你又讲他们嘿不要成功啥的，不要。哎，可是你有没有跟他沟通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沟通他又不来，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自己都没有热爱这个课程，你也没有热爱开会。你知道一个热爱开会的人是怎么样的吗？他是哦，很早就到了。我告诉你，之前呢我做安利的时候，这个有关灯的吗？有哦。啊，这个家伙他就约了我们一起去哪里，然后呢其实那天是开会，他约我们去马六甲吃三天车轮。啊，我们说朋友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坏蛋的，对不对？啊，魔鬼是不是？那个时候哇，叫你去这里不要开会，开会很闷的。然后呢我们真的是去吃沙爹车轮了，那一天是开会的时间。可是去到的时候我就很生气自己，我坐不定也站不稳。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我在跟我的成功讨价还价，为什么我在开会的时间我骗了我的上线，我跟他讲上线我们明天要考试，所以呢今天要做准备，其实是在那边吃卡电之路。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你们那我曾经有做过啦，可是是一次罢了。那一次过后我一下定决心，我告诉我自己老高兴都有回 meeting 啊。然后我们讲什么听不懂啊，你忽然间讲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哦，因为很多北马人啊，老高兴都有回 meeting 啊，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要去 meeting。 所以那一个 meeting miss 的过一次，我从此没有 miss 过 meeting， 我一直到直到我坐上滴滴包的滴滴可以吹。所以我们都是在做回这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复制学习性组织文化。所以如果你没有庞大的团队，不要怪你自己好不好？ OK， 那么呢这边呢就是我们说的有发展有学习有领导。今天你有没有了解完所有我们的系统？所以你自己先要走一遍。可是很多人呢却约人家啊，尤其是企业家的人哦，他们很聪明的，他不要去但是他约人家进去。我知道哦，上线讲啊，这个是系统操作，所以他就把人丢进去，对不对？然后自己有没有来？可能没有来。到最后呢你的下线也一样，他学你哦，我的上线也是没有来的哦，所以哦我也是一样丢人进去罢了。不是，是你先，你要自己走了一个圈过后，然后呢你要了解，你都不了解这个系统怎样操作，你要怎么成功呢？所以走完了过后你只需要影响4个人。如果你说约不到人来meeting，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没有做 OPP， 就你们没有人来meeting。所以
不要再问上天，做梦我没有人来你定。所以问回你们，我问你，做梦你没有人来你定，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自己没有来你定。第二个呢？啊？没有 OPP。第三个呢？没有沟通，对不对？不会沟通，为什么不会沟通？因为自己也没有来磨刀，啊，每天去不是砍刀了，是去砍树，每天去砍树。所以呢，我们说先走一遍，然后呢，影响四个人，四个人都没有，因为你没有讲 OPP， OK。所以讲完 OPP 的时候，邀约他来，那邀约，那我有约啊 ，Amy。你越到不到位咯，你知道曾经我跟我钻石麦冠的时候呢，一起去邀约一个人，你知道我们是怎么邀约的吗？我们是拿 ticket 去到苏邦 parade 走街道摸，你觉得怎么？我们女孩子都很记得细节的，就是男子呢就是啊看大 picture 对不对啊，可是就缺乏了细节对不对啊。可是女生呢就很注重细节，细节过度就很情绪化，有时候对不对啊？所以女子跟男子的分别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拿着那个 ticket， 我记得那个时候没有错的话好像是是去听我们的 KQSEN 的分享，那我们就是去到那个他卖电话了，等下讲讲下来就熬了的啦，他在苏邦粉瑞那边卖电话，然后呢我们是去到那边约他吃饭，吃饭吃完饭的时候就拿 ticket 出来了，啊你过来我又请你过去啊，你啊过来他是读到啊啊什么什么什么 level 去啊，啊 master 读到 master 做 Harry 做 MA 呢啊，然后 master 哦啊他是读什么 biotech 的嘞， biotech 是研究什么的，然后呢他然后有多少间 property 啊他都来哦做这个 MV 啊，然后为什么有 property 他明白到他永久的收入，我们是卖 ticket 哦卖半个小时的我们是讲到很到位的，我们是讲讲讲讲讲，他本来不要去的，他看了给我请少扣的嘛哦 OK 咯，就然后呢就看他有没有来，不是给了 ticket 他就自动来的哦，有些时候我们太天真了，带一个 message 他就来了，这样容易吗？这样我早就上 FC 了咯，对不对？还轮到你啊？嗯，所以呢，我们说一个 message 是 number game， 还是有人会来，所以你发一百封，可能会有一两个会来。可是如果你说你要什么一针见血，还是一枪射准的话呢，你需要做东西做到位。所以很多人讲，哎，你为什么这样好运呢？找一个就上滴滴，找一个上钻石，找一个上翡翠，找另外一个就上蓝宝石。哎，你真好运呢。可能我们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准了他是我们要的人才，我们是会拨时间跟进行沟通的，而不是 send message， 周末没有来。啊 ，Why no come？ 啊 ，Why？ 老板来了，老板问 Why？ 我们是沟通，然后系统一apply下去的时候呢，系统有些人就讲，你看来了 ESP 他不见了咯，有没有人这样讲了？那 ESP 也没有听 Andy 讲很好料的，你放人进来他就成功了，来了过后哦，没有了哦，不见人了哦。然后你就对系统没有信心了，其实我们说系统已经在做工了，它已经是在 filter 这里，你知不知道外面很多人没有系统的人即可悲，你知道吗？他们哦用了所有的时间去 follow 一个人还觉得很有希望，到最后欺骗了他的感情， follow 了三年都还没来，他每次跟你讲我要来了，我要成功啊，你没有东西可以丢的，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系统 OK， 所以哦不可以埋怨啊，然后呢你就让四个人看懂了这一个系统，这四个人也跑一遍，他跑完一遍过后呢他就明白了这个系统啊怎样去运作，怎样不会到会，他已经看懂了我要发展了，他也是带四个人，四个人也带四个人进来
候他去做保健，你定的时候他去做菠萝啊，他讲这个人很难约的，所以哦，我不要来 meeting 每个礼拜都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有没有讲中你？所以呢，你就会想到去做其他东西。可是如果你要简单、容易复制的话，进系统。Okay, 那20个人在跑这个系统的时候，他们都同样理解一个学习组织性的文化就够了，全部一诞生就很全力的去上课了，因为他搞懂了穷人是不学习的，可能就是有钱人呢，可能他就是不断的学习，所以进行沟通过后，他知道他要学习，他就会走进教室了。 OK， 那20个人走进这个的时候，你很定是一个稳定的高的组织，所以呢，你不需要跟我讲什么 team level。我问你，你几个人来开会？你说，5个人哦，5个人啊，这样你是一个12%哦。哇，怎么你这样准的？这个我们已经哦问几句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人数就是代表一切了。所以如果你有20个人在上课，你肯定是一个保的主义，你明年肯定是可以去海外旅游的。为什么你去不到海外旅游？因为你还是没有20个人来上课。为什么没有20个人来上课？因为没有那4个，对不对？为什么没有那4个？你们是怎样啊？因为自己第一个你没有走进系统。OK， 所以呢，我们说发展性是有 MAD， 有 NON， 然后 BS， Center Meeting， 还有卓越年会，这一些你要对票非常的敏感，很多人就是不敏感。所以我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就是我当初跟 Mike 去做邀约的时候，我们是拿 ticket 去做销售的，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做邀约，所以那个人来了。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你的人没有来，因为你自己的没有对课程敏感，对那个 speaker 都不了解，怎么做邀约呢？ OK， 所以还有第二种的这个我们的系统里面是提供学习，学习就是有 ESP Center Meeting Free Free 还有美容。我们说 ESP 里面学什么？学产品知识，然后学公司背景。我们说钱是跟着有价值的地方而去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搞懂了，哇，安利的公司，哇，它的产品的话，你是非常有价值的，钱会留着你那边去的。那人才呢？人才是跟着系统的。OK， 那我们说，今天你有去学习这个 ESP 了过后，你是非常光荣的去跟人家分享，因为你已经搞懂了。OK， 然后呢 ，Free， 我们说为什么 Annie 可以上钻石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系统弥补了我的不足。我试过在3个月，我带我一个伙伴去讲营养的时候，讲了老半天，顾客都不给我买，死了哦！我怀疑我自己呀、啊。暂时讲产品都没有人买，可是我很明白一样东西，因为呢，我的营养知识没有这样强，可是我的团队很多人可以销售营养，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进入 free，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专长，专长就是可能 artistry 啊，还是 free 啊，所以你讲到 artistry 要 close 要什么，你问我。我可以跟你讲怎么样，问到营养的时候死掉了，我像一个小猫的。如果你要我开一个课，好像飞飞这样，哦，我就糟糕了。幸好我们有，哇哦，哎 ，Maxon 他是非常专业，或者是每个 center 都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在讲营养，在美容，那就弥补了我们的不足，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有不少会议。就是我们所谓的 ADT、NQS 还有 GoEagle。 所以今天你有4个人来 NQS 的举手，就说你跟你的上线啊、下线啊、伙伴啊4个举手啊，这样你就是一个21%了，举手的人都是21%，对不对？
有没有发觉刚才举手的人都是21%？因为他有用系统了，只要你有4个人来 US， 你就是一个21%。然后呢，为什么你讲我们有人来 MUS？ 因为你都没有人去 ESP。 为什么没有人去 ESP？ 因为你都没有约人去 MAD。 因为你也没有做 OPP。 因为你也没有做 NOA， 没有约他去 NOA。 因为你没有约他去大会。所以你要有上21，你就要搞懂发展你带人来，你要对密定有敏感，然后你要对学习，你要把人带进来，你自己先进来。我们有专业的人在教，然后领导也一样。所以呢，你告诉我为什么我上不到21，原因在哪里？你没有带人来开会，为什么没带人来开会？自己没有改变，然后没有讲 OPP， 然后有一个什么没有沟通。所以呢，我们说哦，富不学，富不长，然后呢，穷不学，穷不进。所以今天你要换口袋，你先换脑袋先。穷人穷口袋，富人是富脑袋。OK， 没有，还没有拍是吗？OK， 所以今天呢，我总结就是说，学习，我只是复制了一个有学习的文化在我的团队，所以我就能上钻石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OK 啊，你看这个呢，就是他是 brand manager， 我一看到这种人，我脚就抖了。因为你听过我的故事，你就知道我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一看到老板我就会害怕，我看到专业人士我也会害怕。为什么？因为我是没有信心的。可是那些很有信心的人呢，就没有耐心，要不要来啊，不要来啊，就这样，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跟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关系不错，然后呢，把他带进一场的 BS 而已，我不需要每天在那边啰嗦啊 ，MV， 你跟他聊天100%的话题里面都是 MV， 那个人会怕吗？看到你就怕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把18%是 MV 的嘛，啊，聊天，哇 ，MV 一点点，然后呢，就把他带进。OPP 已经讲了，我们你不要搞错哦。等下你说，从此以后我不去讲 OPP 了，听东西要听重点。OPP 讲了，你来为什么？你也上了 Artistry Class， 到最后你是没有来，哈哈哈哈！要怎样搞他进来呢？不是搞他进来哦，搞来搞去搞自己先，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把他约去了 BS， 我约了他很多场，他每次都跟我讲。BC 每天都 BC， 他还没连快我就知道他要 BC。 所以呢，我知道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不断的邀约，我把他邀约去 BS 过后，他一场罢了，本来我要过后我要睡觉的，快又不是 BS， 然后晚上又是睡觉，明天还要上课的，他抓着我不放，他不要睡觉。我有那个系统啊，我在想，我想要睡觉也可以吗？你讲多么棒，就是把人带进来，他比你还要兴奋。他叫你不要睡觉，请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没有约人来开会，所以他呢，也就是去 BS 完了，我以为启动他了，然后他又跟我讲 BZ 了我。当他参加了 BS 过后，他已经在发展走完一圈的时候，就问他：“你到底要发展营养还是美容？今天我们安利只有两大系列的产品，你要营养还是美容？你要营养啊，你要美容啊，美容吧。啊，我不需要8堂课都在那边洗呀洗呀洗，还要看他啊，这个错了，这样。”看大堂，看完了没有声音，每次都是这样。可是系统呢，呼，太棒了！一进去几丈管，所有的 trainer assistant 都在那边，大家都播出一天出来，是
是不是很容易办事？所以在上一个我们 Artistic Dash 里面八堂课，我出席了两堂，一堂教课，一堂看一下人家考试，半休 ，fail 你。然后我的下线就说：“怎么这样凶？今天考试吗？”拿着板，所以，他们紧张哦。我的下线前一天跟我讲：“我练习啊，怎样？哇，这个系统太厉害了！以前我们还要你要练习，你要怎样，你要什么？现在哈，我要练习啊。”然后我租了一个hotel，特地在那边学习，因为我不要驾车远远，然后我要住在 CBI， 所以他就租了一个hotel那边。我就说啊，我一早上起身我就要去考试，我在想这么认真，他比我们还要认真，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在系统里面，他的妹妹是一个 Zumba 老师。Zumba 老师他是对 free, 就是对营养对健康更加的有信心跟了解，更加的有兴趣。你跟他讲哦 makeup 他没有兴趣，你跟他讲 OB 他可能还没有兴趣，但是因为他 free 的这个作用呢，他上了18%，所以帮帮忙他上完课，他就去跟他的朋友教练来的分享，这样分享2000多块又销售出去了，是一个有系统化的在销售你的产品。所以 MV 不是在做只是单单的销售跟交易那么简单， MV 是在做这一个你的改变。当你改变了过后呢，你就会让你的吸引了整合了你的消费者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的改变重不重要？重要。以前呢，我在做安利的时候，我是一个猫，可是我照镜子，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狮子，狮子，我是狮子，我是狮子，所以从猫可以不可以变狮子？可以，绝对是可以。但是你要比的是改变，你要学习的快，你要改变的快，你要改变了过后，你就可以影响整合你旁边的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市场， OK。 所以他就是通过了这个非常的有信心，非常的有系统化。然后呢，哇哦 brand manager 在打什么？哇，不需要我去管，如果要我教我就勾你了，对不对？然后呢去上 EST， 哦，隔壁那个是做 account 的这个，很忙很忙很忙。我就听我的下线讲，哎呦，那个啊跟我同龄的他很忙哦，我他是抽时间来 ESP 哦，所以哦我们也要像一个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 OK。 然后呢这个是谁？这个是最初的我们三个人走进 CBI 吧，三个人Happy 啦 ，Isaac 啦，所以你看 BS 那一场哦，他就这样的人罢了，没有人了。那个时候，可是 BS 的第一场，那个猫仔一变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个蓝宝石了。所以你觉得明白跟理解系统重不重要？相信可以成功吗？你还是你在怀疑 CBI？OK，、okay？ 然后这个是谁？这个是我的组内的翡翠，所以你看到我们的那个最什么样子，什么美冠啊，英超美冠的样子，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你看到吗？哇，你看到林森的样子吗？看到 Jasmine 吗？现在做人家的妈妈的，还没有，还有多半个月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一个懂得学习组织文化里，所以他整个团队不太多人了，带四级满的都是他的人。所以呢你看当初的我们你知道啊，这个家伙啊，穿蓝衣的这个Liam Day 啊，你知道我跟他进行沟通只是讲 meeting 啊，讲了极久，你知道吗？我们在 house meeting 有时要编排，跟他们讲 house meeting 重要性，在这边定重要性，讲讲讲讲，他还是没有来一定，很厉害。
他 OT， 然后他把人丢进来上课。啊，你去找那个 Jasmine 就对了。不，我跟你讲，我驾车从 PJ 驾到他的公司那一边，然后趁他休息的时间，我就跟他讲，你给我出来去。没有很凶的啦，现在时间关系要，不是，嘿，我们来喝茶，然后我进行沟通，讲很温柔的讲，他还是不明白，我就跟他讲，他讲，哎，威斯也是自由的吗？你又跟我讲自由的，现在你跟我讲要来开会我，那你逼我来开会我，然后我跟他沟通完了，我就是，他就讲，啊，哇，要发脾气了他。然后我就跟他讲，如果你是一个人，你就可以不用来。可是现在你已经有五六个人了，你还不来开会，到底你为什么当初你要做 MV？ 他跟我讲，我就是要享受了，要改变了。这样你连开会你都搞不懂，你要怎样退休？所以系统你也搞不懂，然后你要赚源源不断的钱，就是你要搞懂这系统，系统才会帮你操作。那他就怎样？他就好像。我们讲到好像吵架这样，隔壁的看到都吓到，讲，因为他讲讲就变明白，还是没有来开会，进行沟通多么的吃力，对不对？是吃力失败了嘛？啊，讲完了，他讲，叫你讲怎样？啊，我的上司又要我 OT 怎样？我就跟他讲，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写下来，写。请问你现在的工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吗？你自己回答你自己，不要我。不要我，你不用回答我自己，你回答你自己，这十个梦想，你的工作可以实现吗？他讲不能。那 MV 可以实现吗？他说能。能的话，那你自己应该要做选择。现在人家因为你而进来开会，而进来安定，你现在就跟我讲，你不要来，丢在那边，你没有责任，你要有这个责任。哦，他听完了，好 ，OK 啦，我尽量啊。开始没有 OT， 然后换工，然后今天，哎，不是今天，十二月的时候还很爽，去 Hokkaido 是吗？他有去吗？哎、去 Hokkaido， 所以你觉得他在角落要睡觉？所以他今天你要给人知道系统，还有你自己先要。知道 ，OK。然后他今天 Jasmine 的 group 就是他们庞丹，他上个月还诞生一个蓝宝石，那个蓝宝石在哪里？请问你几多岁？24岁蓝宝石。我蓝宝石的时候是26岁，哇，太棒了！我的团队就是感谢 CBI，OK、okay。所以刚才我们有进行沟通，就是说时间上的沟通，要拿他的时间放来开会，因为该我讲了。今天如果他把时间放在云顶，他就去赌博了，他就没有的去 TGV 了， TGV 的票房就跌了。所以呢，我们说放工过后那个黄金时刻，你要怎样让他来开会？以前呢很得空，所以他某时走，所以会来戳他，对不对？现在不是了哦，现在是啊、哦、很忙哎，他要。怎样放 priority 在这一边，就是你要跟他进行沟通，或者是把他放进这系统，让他发现他的价值，发现安利美妙的价值，他就跟你讲逢会必到，你不需要打电话给他 ，OK。所以今天我们说打工呢，你一天花8个小时，5年呢，你花了9600个小时。那我们说你毕业过后出来哈，第一年呢，你们看这个，第一年你们看到吗？第一年的话呢，我们说哈、啊、很好，老板给你3000块，有没有这样高？没有，可是那老板很好，给你3000块。可是你第一年你赚31000，第二年他还是给你3000，第
一三年，哇，那个老板很好，请你1000块哦，有没有这样的老板？没有。好，问老板就知道了，老板不会这样请员工，对不对？所以呢，他第三年他就4000块乘以12个月。48000，第四年也是4000，第五年呼再请你1000块，所以呢，我们加起来5年的计划，你赚了200多千，但是你用了多长的时间去工作？9600小时。这样，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在安利呢，你一个星期可能花上6个小时。走进我们的有学习性文化的教室里走进来，然后呢我们说，如果一般你跟着我们的系统的话，2年肯定上滴滴，这是肯定上滴滴。我们看一下那些上滴滴的是不是很努力的跟着系统，所以他是不是可以在2年上滴滴？所以你没有上滴滴，可能你还没有跟着系统。虽然你人有来，但是你的心没有来。你有去过教堂吗？教堂有很多种人的哦。我发现有些人是每个礼拜惯了走过去坐下来，他也没有可能是有没有去了解啊，有没有去听啊，有没有去忏悔啊。那我们说另外一种人，他去是非常有诚意有诚心啊，是诚意啦，好，非常有那个什么心啊，虔诚，你们懂就好了哈。那个心就是有心，是有分别。所以今天来会议也一样，有一些是来给上线看，上线我来了，我在这边那个 show face 罢了。可是另外一种呢，他是会找到他要大前排，然后他要坐最美的位置，然后他要吸收最好的，然后呢他的心吸收的肯定比你不一样。他可能台上讲100%，他吸收200%，其他的可能就在那边按按电话啦，你放一下啦，很热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讲今天2年的话啊，2年你肯定上一个保的滴滴，滴滴或者是保的滴滴，跟着系统的话，那呢你就会有所有年收入多少钱？100千以上。第三年你保持没有换印，你还是跟系统，你还是保的滴滴。然后呢，第四年你可能换聘了，换翡翠的话呢，你的年收入是200千。然后第四年第五年也还没有换，你还是一个翡翠。你看一下你的5年计划总收入是多少？600千耶。然后呢，你上课的时间，你进系统的时间多少个小时？1400个小时罢了，你就连那一个1400个小时你都不肯拨出来，那你回去上班啦。好，去上你的班，那上9000多个小时啊，然后拿那个200多千了吗 ？OK。那我们说外面有很多课程要教你多少钱啊？你看，当然外面的课程也不错的，可是在 CDI 也有的，我们也有 ESD 的 Entrepreneur。就是企业家培训，我们也有，只不过我们不需要这个价格，多少钱？32000。大家还要写哦 ，for today only 哦，明天过后可能你要多少钱？不知道，40多千可能。而且他是上多少天的课？没有错啊，3到4天，就要30多千。上完了过后，你有没有系统？没有，没有哦，你还是要自己创造系统，对不对？哇，听得很好哦，我现在要去创造系统哦。到最后，系统不是系统，是你就是系统，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到底你要花多少钱来买这个系统？
今天呢，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钱，你不需要32千，你上完这个课，你还可以运用我们的系统，你还可以有这个平台，可以让你去做分享，你可以去贡献给其他人，对不对？以前呢，我是一个猫，现在是一个哇狮子，就是好、哦、不讲话的，不爱讲话的人，为什么可以站在舞台？因为我们脑袋跟财富是同时成长的，不是啊、哦？有些人是钱在成长，脑袋还没成长。可是今天为什么可以站在舞台上？是因为我在这个系统里面成长，脑袋跟财富同时成长。然后我们也看到刚才那个头发尖尖尖尖的那个是谁？啊 ，J 呢？你看他以前这样，为什么现在变这样？因为就是什么？脑袋跟财富同时成长 ，OK。所以呢，我们说，如果加起来 ESP 80、150、400，很多人就是跟你呱呱叫，哦，哎，你月省100多块了，哇，你月省400块哦，对不对？啊，你没有跟他沟通，哦，你要跟他沟通，就说，哎，今天你用1300块哦，你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完善的系统哦，然后成功过后。需不需要付出系统？需要，甚至你要付出钱。第一个是什么？啊，你成功过后，你先要付一次的系统费是多少？1000，对不对？啊，成功过后才付哦。那个嘞，32千还没成功就要付这样多钱，对不对？学习嘛，不是说那个课不好，外面的课有一些也是不错的。过后呢，它是不可以有系统，所以我们说这一个钱是给你一个系统费。那最后了啦，我们说啊，5年计划，刚才我们比较一下，打工需要60千，哎，打工需要没有，读书需要60千，对不对？你要 degree 还是啊、master 还是什么出来，需不需要？需要，对不对？我们今天6500也不需要这样多啦。DSP 我们只可以上一次，一生人只可以上一次，第二次去不用钱了哦。所以呢，我是承认，哦，咖喱加起来其实是不用这样多。所以我们说6000的话也 OK， 对不对？因为什么？他给我们赚的是，好、哦，我们说。你用9600个小时打工，我们1400，然后你的income2200多千，我们是600多千，所以你看一下，学费、设备价格高，然后呢，工作时间7倍多，然后低安利收入4倍，聪明的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对对对，你看。好、哦，学费设备的便宜，然后7倍的时间多，然后外面啊，外面比我们多，然后安利的收入3倍那么高哎，哦，所以最后了啦，我们想想不想提早退休？想。想不想赚永久收入？想。想对不对？所以你要跟着我们卓越 CBI 的系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50户新科钻石，所以这个 MUM 就是打造你们去迈向50户。那50户是不是你啊？所以你要怎样上滴滴呢？我们说，哎，50户钻石不啦，50户滴滴。所以呢，50户滴滴里面呢，你要怎样去上呢？就是你要带20个人走进系统。怎样带？刚才已经跟你们讲了，沟通，然后做 OPP， 邀约他销售。销售会议要到位 ，OK。然后呢，最后了啦，就是最后，真的是最后了啊。最后就说呢，哈、啊，当你成功了过后，你就可以在这个系统贡献。当然，有一些人说，我很想要上你的舞台，可以吗？请你成功先。当然，你上了，你要不要付出？当然你要付出啊，因为你在这里受益了那么多，是不是？到时候要上台讲一下你的经验给人家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哦，也要付出，但是你要付出之前，你快点上滴滴。然后，好、哦，我们说，啊，这个是我们下一个的 Diamond Trip 啦 ，OK？ 我们说呢，这个
挪威呢是 Northern Light 呢，为什么可以这样美？因为它北极和南极的大气层跟什么相撞？他们是要北极跟南极的这一个那个大气层跟那个太阳的这个相撞，才会有那么美的这个等。每个人的梦想就是要去这个。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那么漂亮的那个灯光呢，你必须要混合进去，就是我们的系统里面，好不好？好。那如果要成功再安利，不要老师出洪荒之力，请你们一起就是借力使力 ，OK？ 不费力没有，是高效力啊，不可以不费力啊，不费力就是把人丢进来了，那个是不负责任，丢 ，OK？ 所以我们说要成功在安利，就要好好的运用这个资源，不要浪费资源。所以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谢谢。